该是不会有特别东西啊，我是不知道，因为从来没有伪过嘛，这太难了。哎呀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继续我们的黄泉。我来看看哦，水猪猪。队伍确认一下，再吃个体力药。那这边好像有限制，是不是？今日体力补充剩余六次，所以我只能再补六次体了。六次，一次打两关的话，那我还可以打十二关，应该是可以。这样应该够啊，十二关 ，OK 的 ，OK 的。刚刚说要打十八场，是不是十二关？然后晚上还会有体力要补充，这样再打两关，十四关。如果等一下打到升级，再打两关，十六关，这样一定够。各种计算，没打完一关，稍微跟大家多聊几句，这样好像比较少聊一点。很 focus 在这上面。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好的这一场开局。反制。好，被打一下。居然用这个。打他，快打他，打他，打他上前，你为什么不上前？上前了，趁他用盾，多打他几下。哎，所以用盾，虽然防御会很高，可是他就不会攻击，所以可以趁机好好的打他。可大的出来了。换那个都会累的，换位的时候，居然是两发大颗的，有没有小颗的哟？有小颗的出来，希望可以用到这一颗，这样大颗就可以留住，漂亮！反击圈，哎，没有反击到，没关系，再等新的一颗出来啊。你看，每次换位就累的，一发雷斯内，砰！标记，为什么换位都会累啊？然后这两只换，哎，刚明就有，你要看到他那灰灰图是变成可以用，就代表是可以。我快要崩溃了，哎，晕哦。换位，让我换，拜托你，你要死啦！亮出来，亮出来，亮出来了，刚明就亮出来了。哦，换出来了，害我注意力全部在集中在换位身上。反弄，他一直在打，快去死啊！你便当，走开。休息一下，补个血。哎，好，这样的局势很好。Very good， 老样子，先赏他一发大的。标记，我还标记他，反击。直接再一发 KO， 两发大的就可以了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橘子兵又回去睡了，你看他这个爱睡觉的小猫咪，今天心满意足。哦，会出去约会，哎呦，多开了 20% 运气开到了，多三颗，赚，太赚了。对啊，有时候那个
东西不是你要的，就会很崩溃、很烦躁。哇，好希望是要的，好希望是要的。喝个饮料。啊，去 C 打个题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昨天发文悬赏，求悬赏。那谁 cos 的？好想要，好想要看看哦，看看另一个我长怎样。结果都没有人抓到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抓到。看到，对啊，还是没有抓到，太可惜了。想抓，呵呵呵呵。再次挑战，今天没看到，昨天人家说昨天是在场内，对啊，今天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都在家。繁星有，繁星他自己有那个 po 出来，超可爱的，而且繁星那个真的好认真哦。刚刚是用谁啊？啊，换阅读一下，换用我的左大腿。一个右大腿卡卡，一个左大腿阅读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另一个一定比现在这个小黑正，哇塞！当然啦，我是帅啊，他们是正，好吧？安安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下午阿宝就会在啊？平日我哦对，平日要上班，看一下哦，对，先放。对，平日阿宝晚上就不在，要上班的呢。先打，刷刷刷刷，你要的。有两颗，有两颗。我等一下再把它弄掉，然后两发下去应该就会出大了。有，很反击拳，反击拳 ，bang， 漂亮！哎哎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冷静！你、欸、打的不够多啊！再下再下出去，你不出去不出去就没了，不出去。没人靠你出去了，靠你出去打他两下，打他两下就死了，打他两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哦漂亮，你做到了，没人，因为我全部都是水珠子啊，我已经停牌了，不想给他用了，这个弄到就变两颗大了，先冷静，先换位一下，让他们可以补个血，全都水珠子。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。之所以不要刷出两颗大的原因，是因为等一下如果他绑我两颗嘛，会只剩下两颗。如果两颗都是大的话，就很浪费啊。哎呀，盾击我没注意到啊，不过好痛哦。也行也行，马奇 OK， 换个位，哎，换位就累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先干掉他最重要。有一颗不能用，只能用三颗去打。我的标记，标记就不连断了。别再打啦！啊，死 ，good。开心用，随意用，随意打，通通打死他们就好了。等一下直接就来一发大的给他，欢乐送。哎、欸，啊，反击，还没结束呢，再一发大的。虽然我好像死了一只角色。出来出来，反击，只扔给你了，又用标记的，
好啦，炸弹客要自爆了。还是要让橘子兵休息一下。对啊，所以我关掉啦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工作人员也在看台，来惩罚说错话的你。工作人员也在看台哦，我们之前也有遇过，工作人员也是 Bob， 也是 Bob 啊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那时候还不知道工作人员是 Bob， 然后我们还因为会你们这些家伙就很可爱，会送我们一些饮料啊、小饼干，有些小饼干就是现场必须要吃，那就我们也带不回去，只能努力吃，可是又送太多。那时候已经有宣导，就是真的不要现场送东西，因为我们也吃不下。对，然后那时候送很多，然后我们结束都会发放给现场的爸爸。然后那时候连工作人员在旁边，我们就一直塞东西给他，因为看他在旁边蛮累的啊，就坐在那边很无聊，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我们有饮料给他，有不错吃的就给他，就给他不错吃的，那不好吃的就给你们。没有啦，通通给他给吃光光。只是真的送太多了，真的会吃不完。哦呦，这场13颗哎，赚，好赚！现场送食物就是要给小精灵吃，对啊，啊我们真的是吃不下啦，因为你想一个人送啊，两个人送，十个人送就会很多，有时候只是一些小东西，可是真的就不需要，对啊，而且因为有时候在那边工作，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吃。第一次来的安，第二次来的也安，就是明天睡了、欸。可是镜头我想调高，那个有点难调，我试试看哦，等我一下。有啦，稍微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，只是刚好那根挡住橘子兵的脸，只能看到他残存的身体。我看可不可以把它放大一下。控制侦测，加加加加。又上来了。上来只能到这里吗？但这个，它这个可以有它内部设定可以调，可是每次都觉得它调怪怪。你看，明明就可以看到更高，可是就没办法。好啦，看一点点，一点点的小小橘子兵，残存的身躯，真的，他的身体被切了一半。我给的都是爱的掌手，没有啊，跟你们打手手就是关爱，对不对？巧克力身体糖分过高，已经高达60岁了，为他的身体着想，别送食物，他会忍不住。我们每次都有宣导，有差，真的有差。这个我好像是寒假，不对，是暑假。寒假的时候没有宣导，对，然后暑假的时候有宣导，然后就真的有少，然后就比较 safe 了。现在我的糖分已经低下来，虽然没有去检查，但是我相信我现在很健康，非常的健壮，没有问题。不需要为我的身体担心，因为我比你们更担心，一定会把身体调养好。不用担心。来，这样子我们来一个反击拳，反击拳 ，bang， 打出去。你用用标记的，谁跟你讲要用标记的？打了、啊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碎碎碎，哎，有两下。记得那下不是三下，还是没有数好，我没数好，只是有三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获得了这一关的胜利 ，good。休息一下，你休息一下，你休息一下，这边不休息。
中断他的攻击。哎呦，反击了，他自己找死啊！这是水龙骑在举盾的状况底下，如果受到对方的攻击，就会反击回去。哎，对方自己想要送死。哎，他锁住了两颗水珠子。太过分了吧！拜托，再刷到一颗水珠珠。我要水珠珠，不要给我火。